你帮我分享吧。一看这个浓浓的烟啊，就这回事儿了。你用这个烤啊，不打算用那个什么的？这玩意儿放这个烫一点，就放这烫烟吧。专辑设计师。这些就这些了。算是比较民主，活动也还好。那个时候我比较忙，所以我记得最比较接近的时候应该是1999年吧。UCSD 的学生读博士什么的，他找到我说他准备卸任会长了，让我能不能接手那个校友会做会长。那我说我要。它总是三个发力点，你下去以后腿是先蹬的，靠腰的力量带动整个往前走，然后往前走的时候这个上手是往下按的，然后这个地方然后来回脚下不去了，就在